Hello，我是志玲，恭喜韦博以及玛丽主持的娱乐乡民开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志祥，恭喜韦博跟玛丽主持的娱乐乡民开播。Hello，我是吴克群，在这边要恭喜韦博与玛丽主持的娱乐乡民开播了。Hello，我是杨佑宁，然后在这边要恭喜韦博还有玛丽，你们新的节目娱乐乡民开播了。恭喜韦博跟玛丽主持的娱乐乡民开播，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台，可以专业的讨论影视娱乐。很期待一个专业的讨论影视娱乐节目，提供专业的内容，带动正向的力量。期待一个能够让我们好好说话，专业讨论影视娱乐产业，还有背后很多台前幕后的节目。相信在这个娱乐圈将会有不一样的娱乐节目，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蒸蒸日上，大长红。恭喜娱乐乡民加油 fighting， 相信娱乐乡民能够提供你最专业的东西，跟你好好的聊，希望娱乐乡民可以不八卦，然后有最专业的资讯，提供社会正向的力量 fighting。